本节目主持及嘉宾内容与本台立场无关。天命是要顺应定是可以逆转？运势是早已注定定是可以增强？心理质素又是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天机改命，杨浩云师傅泄露天机。Hello， 欢迎收睇我哋嘅天机改命啊！嗱，呢一边有阿锦啦，有我哋嘅北斗灰师傅啦。你好，你好。我今日带咗乐儿。原本咧我就谂住咧将呢张凳同呢支麦拎走噶啦，不过你带咗个靓女上嚟，我就算啦吓。我要积极 outload 做主持嘅关系咧，所以我今日咧就带咗乐儿嚟啦。咁乐儿咧又同我差唔多名啦，系咪先？又差唔多靓啦。系啦，唔系咁佢靓啲。咁同埋咧，其实我哋嘅情路咧都有啲坎坷噶。啊，系喎。希望我哋坎坷过后有艇搭啦。点坎坷啊？做咩要講翻曬成個故仔？我覺得師傅唔夠講啊，我知嘅都唔夠講。但我想問啊，即每個人咧都成日女士們咧，其實佢哋喺出面準備嘅時候咧，已經講咗好耐愛情史啦。佢哋好多嘢想問。嗱，我哋呢個時候問阿樂兒先。你有啲咩好想問師傅？趁住呢一個小時，嗱嗱聲問啊！好想問師傅啊，梗係。幾時可以找到一個真命天子啦？好想結婚啦！一嚟就要真命天子，一嚟諗住真命天子喎。係啊，因為之前已經遇過太多唔係幾好嘅戀情啦。哇！你咁明明嗰個字係一個渣字嚟，但係你係即係呢段感情之後，其實空白咗一段幾長嘅時間㗎嘛？空白咗幾個月，半年啦。哇！我比我想象中耐好多。即係你覺得佢嘅空白期係幾日？女生是这样的，喂，这种的质素其实几日都嫌多了，是吧？师傅，他这个样子，即是他这个命啊，或者他的名字，或者他的样子，其实的桃花运如何呢？或者是不是他真的，这种不是很懂得揀男士呢？嗱，逢親都記住咧，如果壓完嘅人，壓完，佢壓好完嘅，好靚。係啊，但係咧，其實咧，壓完裏邊咧係有一樣嘢破咗佢，破咩啊？破咗佢，破咗夫運。嚇！咁一破夫運好驚喎。咁點算啊？等陣先，邊位嗱？大家觀眾都要留意啊！呢種即係會出現嘅。係啦，先講指一指啊。邊個？你有冇聽過以前啲人講？嗱，我有筆㗎，今朝專打支筆嚟。你有冇聽過以前話咩？山根如果山根位就代表高，佢山根系偏窄少少，佢成个鼻好靓嘅，好鼻靓，好啦，鼻靓嘅，咁但系跟住之后呢、這个位咧，直去到上边呢、這个叫官禄宫，官禄宫，官禄宫，好啦，官禄宫里边咧，嗱睇睇，嗱你拨一拨个头发，系呢、這个位置好明显，你有冇见到一个啄？美人啄，美人啄唔系好嘅咩？系咯。美人啄边个话好噶？有噶嘛？唔系美人啄嘅，美人先有。同埋我见啲古装全部个啄好靓噶嘛。美人啄其实系好听落好嘅，因为美人好似有啄，但系啄住个官禄宫，即系啄住咗个破咗个老公。哦，咦？咁先，我想问啊，譬如如果假设即系家庭观众啊，或者佢啊，好啦，我听个人咧，有啲人会 cut 咗佢嘅，即系真系系咗佢。冇错冇错，有冇帮助？佢其實咧，我哋逢親女命啊，女命呢個中間位置叫做官禄宮。官禄宮其實咁靚就可以好多男人追，但係如果佢有美人燈啄住個老公咧，就變咗就夫緣就會比較弱啲。哦，你仲話想結婚？咁咪真係想睇少少？攞把戒刀嚟，攞把少少戒刀嚟。我即係如果因為我本身我喺呢邊見佢咧，我以前唔知咩叫額好靚，因為我哋喺側邊睇係好圓嘅，好圓啊，好靚係啊。好完噶，一陣間可以講下點解叫咁靚啊？但係最主要嚟講咧，就係成個相個壓相都好靚，唯獨是就係呢個釘釘住咗佢。哦，唔緊要，拔咗就得噶啦。今晚翻去刮咗佢，即刻刮。咩方法都刮咗，即我想問啊，咁啊，譬如有啲觀眾即係問，咁係咪真係剃咗佢？即每次剪頭髮嘅時候都啊，幫我搞搞呢個釘，係真係可以減？係可以嘅，減輕咗50%。我都好啊，釘少50%，即有50%嘅好男人嚟緊啦。即你有兩個當中第一個好啊。咁但我想問啊，嗱，除個相，除咗呢個位之外，譬如有啲人話啊，譬如嘴型啊，或者眼啊，佢隻眼都係全圓碌碌噶嘛。咁呢一種嘅話，有冇即係譬如對於感情啊，有冇啲影響或者係學好嘅嘢咧？嗱，佢隻眼咧真係夠碌碌噶啦，圓碌碌嗰只嚇。係啊，但係過分圓碌碌咧，反而好易揀錯男人。
即係如果你得五十五十嘅時候，都可能揀個錯嘅。啊！師傅，你教下我哋搞男人係。首先，我哋明白嘅就話，山根咧就啄呢個官六公，其實即係意思話好容易揀錯男人，或者佢出嘅男人係會有時會唔好。嗯但是眼其實眼好精靈、啊、眼有小眼大會睇過龍嘅。哦，咁但係即係佢依家咧，首先要 cut 咗呢個位，跟住每日出街都咁樣，好、啊、專注，好咪咁。嗱唔緊要，其實師傅教你之後咧，點睇個好男人相咧、啊，以後就識揀嘅啦。好啊，又嚟點樣睇男人先？先出張圖先。好，我哋睇一睇張圖先。係啊，俾樂兒揀下，睇佢揀錯先。嗱、啊，呢三個咧都喺我想講表面上好男人嚟嘅，即係佢哋拍劇嘅時候啊、嗯，或者佢哋嘅行徑都係好嘅，即係。當中有好有唔好啊，係上嘅上啫嚇，唔係佢真嘅。其實應該話三個都好男人，不過要配合咩女人，咩、哦、類型嘅女性。即係佢阿樂兒揀嘅咩配合樂兒咧？你三個嗱，首先睇下你個揀法先。係啊，嗱，三個都係好男人啦、嗯，你會揀邊個咧？三個要曬嘅，只能有先選擇噶嘛，唔使擔心，嗯、我會教你揀嘅到時。我揀袁彬，袁彬，啊、即係如果佢揀，首先揀袁彬，咁邊種咧？佢嗱，如果揀袁彬，我先要另一張相教你點揀一個好男人，好冇？好，咁、哦、我嗱一睇，應該張呢、這個好難揀。嗱呢、這個好難揀，呢個好難揀得落係咪？你想係重點其實唔係，係嗱記住，因為咧鼻係為妻星，亦都為財星，係因為如果個鼻好重要嘅咩咧，就係、是、周邊兩邊嘅權。你有冇發覺權係好闊啊？權好闊，係權好闊。重要咧係佢發覺見到權咧，好似插咗去我哋呢個位置耳仔上邊，好似隻眼角上邊。哦，呢、這、一個角係咪啊？係啦，叫權插天倉。哦，呢、這個位置咧，又是太陽月位，叫夫妻宮。嗯，如果權插到去天倉咧，即係代表逢親有呢種男性人咧，係慾望心好強，控制力慾望好強，即係超大男人啦，即係唔係一般嘅大男人啦，再係超大嘅。冇錯。第二，重要咧係霸道啲。即是大男人，即如果揀想揀啲，即佢嘅個性其實唔適合呢啲嘅太大男人。我哋一先再講，最基本話俾你聽，如果佢揀呢種男人咧，佢一定會揀到個男人係比較好進取，但係亦都係會控制力慾，即控制慾望、控制女性嗰方面特別強嘅、嗯。即佢要你要今日去做乜做乜，幾鐘翻嚟？哇！哇！呢啲啊，管住，好管住。即係呢種就係如果大家揀男人嘅時候就要小心一啲啦。可以再翻睇睇嗰個靚仔啦，好睇翻靚仔。有邊個類似係權插天倉啊？咪完啊咩啊？唔好講啦。即係呢個位係啦。嗱，你睇得好明顯。咦？咁佢其實中意揀啲大男人嘅人咯，就係係本身佢本人係中意俾人管嘅，冇錯。即係但係啊，我都覺得係。是看回以前的歷史應該是但是、啊、但我想問啦，剛才師傅要講的嘛，你可能真的那麼巧是夾即是他揀的、嗯、但是如果這三個當中這樣他第一個 step 已經叫揀錯了，即是揀了一些比較控制欲強、嗯、那但是他適不適合一些控制欲強的男士先，即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 M 是的嘛、嗯、首先你明白就是如果一個女仔如果揀到一個男人是譬如说欲望心很强、嗯、有些女性会反抗的嘛。是。但她这种相是没有反抗能力的。我也觉得她是不会反抗、哦、即是有被人吃住的。是、啊。她还要被人吃都不觉的。这个字可圈可点。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真的不啱了。即係你唔適合呢種，因為我哋之前有介紹過佢嘅時候，嗯、都講過佢最憎男人煩嘅嘛。係啊，我怕人煩嘅、哦。但係我真係覺得咧，我同佢嘅相處咧，似乎佢成日都好容易俾人鬧啊，俾人蝦、啊。唔係俾人蝦就得，俾人鬧係佢做錯先會俾人鬧。係啊，我又覺得佢唔係做得好錯，但係啲人都會鬧佢，嗰啲男仔成日鬧佢。樂兒，你過往嘅經歷咧，即係係咪真係揀親嘅男士多數都係比 head 住你多啲嘅咧？的確係嘅。有、啊、你要記住一件事、嗯、你講出呢件事咧，第時你就會應驗咗呢件事情，永遠揀嘅男人。咁佢一改揀啊嘛，咁佢咧嗱，三個當中第一個就掟，我幫你畫個交叉。好，都幫你畫交叉。掟呢種唔啱你嘅，唔啱啊！冇揀呢啲權。好啦，50% 你戒咗嗰個釘之後，兩個揀一個，睇你有冇揀錯。好嗱，兩個啦，得翻阿古生同阿李生，二揀一。李生，李生， yeah! 啊、李生又有冇啱唔啱佢咧？三個男人當中裏邊咧，如果係佢配
感情方面啊，其實呢個男人最好嘅。哦，你成功啦！蝕換佢啦，蝕換佢啦，唔好睇完進可。因為逢親你睇下三種個男人嘅眼神，係係邊個最柔啊？哦，咁好似真係你問我，哦，即係最温柔啲，最温柔啲。係啊，另外話，你有冇見到袁彬隻眼好似好兇啊？係啊，古天樂就好堅定咁樣咯。係啦，嗱，如果古天樂咧有呢種眼神咧，你可能會揀咗佢之後咧，可能唔知幾時先見到佢。佢大部分都是心好重。哦，即係佢係個命格係需要一啲人温柔少少，大家個地位個 balance 好啲嘅。如果李生呢種咧就好錫身邊嘅人，好我哋用李生去形容佢。阿李生，唔好諗錯李嘉誠。哦，即係你要揾呢種同埋好體貼嘅呢種男人。哦，即係佢要揾温柔系係啱啲嘅。不過都係嘅，如果你個人本身個個性咁即係比較柔弱啲嘅話，如果揾到個好 head 住你咧，就算佢做錯嘢咧，咦？好似講咗個以前古仔出嚟，食咗都唔覺係咪啊？係啦，即係反而揾一個比較對佢又又唔係去到千依百順，但係大家咧會互相遷就嘅。係啦，所以其實嚟講咧，就嗱，我開多少少股先啦嚇。其實咧，逢親女性呢種鼻嘅人，呢種鼻咧，你睇下同端儀有啲唔同嘅。係。端儀嘅鼻咧。就會變咗係鼻頭有肉，係咪向少少向下嘅？嗯，佢呢種鼻咧係少少戚咗上去，見到啊？哦，咁跟住咧，係咪鼻戚上去？係。逢親女性如果有呢種鼻戚嘅女性啊，係好受男人脾氣。哇！你真係全 M 喎，叫做。係啊。仲要係受咗之後，自己都唔覺得自己係辛苦，係身邊人話俾你聽，你覺得呢個身邊男人係咪好麻煩，或者好難頂呢？可能覺得係咩？唔好。但係哇，如果咁樣計，師傅雖然我覺得咁樣好衰啊，但係如果咁計，樂兒個係全球，我終於知道佢係女神啦。佢全宇宙中一個女神。即係你諗下，佢除咗個人本性好之外，佢個相係好就老公。如果個男仔係大男人啲，好適合。佢係千依百順嗰啲嚟㗎。係咯，講得唔好聽。阿信的故事喎，呢種鼻嘅人，二千就男人係第二，好受男人脾氣，二唔覺得自己受氣，第三。做乜都好咧，以男人為尊。哦，我請問佢有咩缺點咧？好唔好？呢啲我聽落去男人全部優點嚟喎。不過佢就要自己小心，就唔好俾人利用咗呢樣嘢。因為如果佢咁啱遇到個壞男人嘅時候咧，就變相唔好啦。係啦。但我想問啊，師傅，因為咧佢除咗即係樣標誌之外咧，佢有粒好銷魂嘅物㗎。係。佢就原來係自己點上去，其實大家都自己點上去。點解你要咁點咧？係啦，你解釋下先啦。嗯，其實因為我中意靚啲，好似好性感咁樣咯，有粒物喺度。即係純粹呢個原因啫。係啊。係咪我哋講唔講喎？講，佢頭先你知唔知點解我定一定神？佢突然一佢嚇我一跳，電到。咁呢粒墨有冇？即係譬如如果假設啦，家庭觀眾嘅話係真係本身有粒墨，同點嗰粒墨其實有冇啲咩分別，或者有啲咩用途或者功效咧？呢度其實相學咧叫相由心生，心由相顯，一切所有嘢都係從心而發出嚟嘅。佢想做呢件事情，一定係有個原因。係嚇，咁而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咧原來。左邊權咧就為老公嘅夫星嘅，夫星嘅。如果右邊咧就代表自己嘅內心世界嘅，嗯、即係意思話咧，佢咁耐以嚟係俾男性恰得最多，所以佢希望自己當翻個權個位置。哦，即係就算喺權骨呢個位置就點一冧啊？係啦。咁咪前面真係知自己俾人蝦喎？係啊，係潛意識咁樣㗎。唔係，同埋你最如果根據師傅咁樣講，你係自欺欺人咯，即係自己想嘅啫，但係假嘅。即係你唔係自己唔知㗎？唔知㗎，我仲以為佢即係頭先你咁嘅解釋啦，我仲以為佢啊，佢點咗覺得性感啲，係咪即係會吸引到啲男 fans 咧喺左邊咁樣？唔係，即係等於有時女性佢想化妝化眼影，今日想化咩顏色？其實佢都個潛意識想做一件事，但可能佢未必知。但從心理角度上，佢就會好清晰呢樣嘢。其實面相、手相都係從心理學。引發出嚟嘅，掌都有，掌都有。咁點樣可以睇？喺掌上感情咁快想睇？我哋咁急，嗱我冇參與嘅呢件事啦，我就唔想咁快開顧住，我想知道究竟佢除咗話靚，佢內心世界有冇呢種感覺係好似真係好似好受男人氣而覺得有呢個感覺咧？受男人氣啊，都。會嘅，因為有時候我都覺得係自己係比較俾人食住嘅，咁自己，但係又唔會反抗，我真係真係會聽話。即係如果你哋兩個，我想話兩夫妻添，即係情侶之間鬧交，多數都係你會。
Say sorry 係啊 ，Say sorry 啊，全球女神啊，真係宇宙女神。仲有一樣嘢嚇，我哋開個精油節目咯，不如。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呢種鼻咧，鼻，因為佢鼻呢種好直嘅鼻，好靚啊，好靚係咪啊？咁因為個鼻翼咧，呢種女性仲有一個特別，就係逢親俾男人鬧完都好，氹一氹佢，轉頭係冇事嘅。哎呀！不得了啦！我係嘅，因為可能鬧完交之後咧，我都會唔出聲啦。但係一佢一氹翻我，就會即刻啊點啊你做咩唔揾我啊嗰啲即刻。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男士嘅絕對好事嚟嘅。佢仲有咩好處呢？通常氹一個女仔係咪要買戒指啊，或者買蛋糕啊，買都係氹佢嘛，佢先會氹翻到佢嘛，但佢唔使嘅。即係你講句嘢，只要個男人肯用甜言蜜語少少句啊，對唔住啦咁啦，跟住就唉算啦，心都淡，心都完全係個人咧，完全冇曬冇曬嗰種咩咧，冇曬反抗，亦都仲要係個心裏邊只係諗住唉算啦，我原諒佢啦，唔識嬲嘅，唔識嬲嘅。咁我想問阿爸，除咗佢個面相之外啦，其實大家即係有睇佢 IG 啦，都知佢成日大派福利照噶嘛，即係佢係福利王嚟噶嘛，為大家謀福利先。佢成日著好性感嘅泳衣咯，你係咪成日都留意？我梗係留意個個都 like 我，宇宙女神啊，大佬。正所謂唔 like 點得咧？我今日對佢加咗200分，係咪先？咁但係我想問啊，譬如，但係其實佢本性咧，就大家如果真係認識佢，佢都係屬於文靜派噶嘛，即係其實幾極端嘅。咁呢種個性又會唔會對即係譬如感情方面有好定係唔好嘅咧？嗱，如果在於喺上學嚟講咧，其實就冇話好唔好嘅。但因為點解咧？上學裏邊最主要係個內心世界，佢自己可唔可以平衡到自己？等於如果話佢一個男仔，如果嚴重啲啊，除咗而家拍拖就可能會鬧你話你，但係到嚴重啲咧，如果揀咗嗰個男仔咧，係會出定打嘅。佢仲要打咧，嗱，如果譬如話當下有啲女仔咧係如果俾人打咧，佢真係會反抗，佢會鬧出嚟，但係佢唔會嘅。哎呀！你記住啊，有啲咩事都要出聲啊。係啊，可以報案。一個係好弱小心靈嘅一個女仔嚟嘅。佢仲要俾人打完就話。是不是我錯得那麼厲害呢？是不是因為我激得太生氣呢？你是不是因為養貓的關係啊？小貓這樣的關係，關係，關係，他真的是這樣，是不是？是啊，哎呀，所以其實，所以你一定要體恤多一些，知不知道？你做個姊妹，如果有任何咩傷害啊，記住啊！你打電話俾我，唔係因為我哋有傾過偈咧。其實佢會講話，哎，呢個男人好惡咯，即係佢講嘅時候嘅形容都係好温柔嘅。即係明明嗰個人係應該，譬如你鬧一個男人，佢真係好衰，哇！有個真係好衰咧，係啊，有幾衰啊？唔係，佢連衰都唔識講。係啊，啊呢個男人係咪有係咪我有啲做得唔好咧？所以佢咁對我咧？呢個先慘啊！最慘我聽過佢隔離個 friend 咧，都會話係咪你做錯嘢，所以人哋先咁惡詐，咁佢就會覺得係咗咯件事。可能喎，咁樣諗下。即係你都易受人影響嘅。都係啊，即係我會自己諗係咪真係自己有問題啊？咁樣佢先咁樣咧，咁樣我就反省咯，一路反省。嗱，其實咧，我成日都話啦，當然我哋頭先就主要講咗樂兒佢本人嘅一啲面相嘅嘢啦。嗱，嚟緊下 part 翻嚟咧，我哋就深入啲，除咗講面之外咧，我哋講手上，而大家咧亦都可以咧一陣拎自己手出嚟睇下，究竟有冇以下呢啲特點，究竟係好處定係唔好處？我哋下 part 翻嚟見啦。